这个给你。哎，等等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刚才我送薛总回去，就是我们一个大客户，他说特别喜欢你们做的广告。真的？真的。太好了，那他有没有打算道歉？有啊，在谈呢。你看有蚊子。 啊，我就跟你说一声，我没别的意思。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担心石小念，他那个广告的点击率啊，一天能被他刷800倍。哦。哎，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等等等，你没有别的事儿，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没有啊，我着急走了，先不跟你说了，拜拜。哇塞，这么多！哎，你说你每天都给我吃一吨的狗粮，这都不够补偿我的。 他又不是过来找我和好的，不是和好，那他跟你说什么了？哦，对了，说正事儿，刚才米商跟我说咱们那个视频广告成功了，上次公公没有谈拢的那个老板已经主动找回来了，就那个经销商，哦，找公公来合作，嗯，太好了，嘿，我就知道咱们这工作是有用吧，哎。 石小，你现在也太容易满足了。咱们工作室的工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工，是有更远大的漫画梦想。梦想是有的，哎，这个是不是就说明咱们最近的这个产品风波过去了？嗯，差不多吧。听米生那么说，还挺好的吧？真的，真的。那咱们直接庆祝一下，咱去打网球吧。我有2张体验券。打网球？ 哎呀，不打了，累死了。石小念，你看看这么大的网球场，一个人都没有，也不知道你突发什么奇想，咱们两个死宅女过来打网球，你搞不搞笑？那白宇给的优惠券不用白不用，而且我又不想在家里待着。有心事啊？ 你们俩又因为木千珠的事吵架了？你怎么知道的？你最久之夜告诉我的呀。你说他不会还在生气吧？嗯，可是这些事情我做的也没有错呀。是是是，你没有错。这件事情呢，我也觉得是公公太小心眼了。不过这件事情，其实你还是得从公公那方面去想一想，毕竟当时救你的人是木千珠，不是公公。 估计啊，他可能是受了自尊心和感情的双重打击，再加上强烈的没有安全感，一时冲动才会这样的。你这么会讲大道理，怎么还跟米生闹别扭呢？哎呀，石小念，道理归道理，其实振作起来还是挺难的。更何况我跟米生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哎，那。 如果你换做你是我，就换位思考一下，你这个时候会主动和公公和好吗？主动？女孩子怎么能主动？我告诉你，不许跟他主动和好，不许主动啊！知道了，知道了。姐，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前车？没什么，就是刚才来了个奇怪的人。
奇怪的人，谁呀？就是小念的那个妹妹，我有跟她很熟嘛，她表现得特别热情，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点记忆，但是真的记不清楚了，反正现在感觉不太好。 其实你跟这个石笛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你们的关系还很复杂。算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一会儿又该头疼了。我知道，你们都说我跟他订婚了，但怎么想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出去说，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千珠怎么跟不认识我这个人了似的？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好转啊？好转？好转有什么用？他要是什么都记起来，不是会更加讨厌你吗？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反而更好，你还有机会。 小胡、石小念、姐姐、助理，还有那本漫画，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姐姐到底要在石小念身上找到什么呢？ 今天是周末，你有没有问过你的老板需不需要加班？在公司这么紧要的时刻，如果因为你导致了公司的运营产生了问题，你负责吗？今天你需要工作，具体工作事宜米生会发到你工作室的邮箱。没有工作完，你休想离开工作室半步。哎，你干嘛？你把漫画还给我！哎，你干嘛拿走漫画啊？公，你把漫画还给我！哎。 后来不是很合适、啊。没有，没等谁，就是躺了一天嘛。
出来坐会儿。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除了有点虚弱以外。嗨，不过在医院不是越待越虚弱吗？自己觉得没问题了，还是得多注意。医生有说什么吗？没有啊，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感觉也没有忘记什么。这段时间就像是做了一个梦，醒过来之后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但也没什么。你看，爸妈也还是老样子，你也一样把公司打理得这么好，小念也……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刚收到公司，千初，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你出事那天真的不记得了，姐。白宇，你看到没？不是，龚欧他发这事让我们做什么呀？他这是要干嘛呀？我把龚总的要求打印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嗯。首先呢，他要把 NE 网站的整体风格以动漫的形式展现出来，具体要求如下：一，首页的三维展示图要做成动漫版本；二，整体的色彩搭配要避免使用黑白色；三，每一个页面都有符合的页面主题内容的动漫人物作为网页的引导。这么多啊？不是，这要做的猴年马月呀、啊？他这个人能不能做事之前有点计划性和目的性啊？总来这种突发任务。我觉得他这样做啊，的确有目的性。咱们俩不行，我得找帮手。让你走你还真走啊？你就是一个王八蛋！干嘛？没事儿，跟米生闹分居呢。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我说啊，今天不是分家的好时机，你得赶紧回来了，加班，咱们这儿有突发任务。啊？那我刚跟米生甩完脸子，我现在正一个人站在桥边呢。这……哎呀，我不说了，我自己想办法赶过去吧。挂了。我让你走，你还真敢走啊！我现在命令你，光速开过来接我。姐，喝杯水。谢谢。穆先生，吃饭了。谢谢。菜看起来不错，不过比家里还是要差一点。是我让他们做清淡一点，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院，一直也没有时间运动，到时候身体好了，也要变成个大胖子。想清淡没问题啊，我看小弟最近都在研究怎么做菜，又清淡又有营养。不如晚上。不用了，姐。我跟他也不熟，不太方便。千初，我知道你现在很多记忆都不是太清楚，但是你跟小迪订婚是事实，而且小迪对你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内心清楚地告诉自己，我是绝对不可能跟小念之外的人订婚的。所以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想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份，内容不用太详细，只要突出重点是查不出来就行。然后安排人给我爸。这个广告让石小念换掉，改成三维效果。哦。还有这个不行啊，重做啊。重做？为什么呀？这不挺可爱的吗？可爱啊，他可爱吗？我可爱吗？我跟他谁可爱啊？哎呦，你可爱，你可爱。
小老板，我去解决一下家庭矛盾。快去开会。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你们当自己雇的是钢铁侠、全能机器人啊？我们石小念是艺术家，是漫画家。我告诉你啊，再停下你们毫无道理的行径，我就让今天早上说的话变成现实。孙姐姐，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啊？有本事你就……我告诉你啊，可不是睡沙发这么简单。要是分居呢，你就出去住，但是我绝对不会提供一分钱的。你让你们老板赶快停下的毫无道理行动，现在马上！好了好了，丸子，别跟米生闹了。只是公他这人脾气就这样，要是做了什么决定，谁都拦不住他。哎，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就调一下底色就行，不用推翻重来。对啊，先别着急，只要我们付出努力，一定会成功的。继续吧。乔老板，解决了吗？算了，不说这个。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地推的广告，还有海报设计之类的？肖老板，我觉得以目前的工作量来说，足够了。什么足够？足够石小念今天没时间去看穆千书。哦，影响到他了。装。既然影响了，那就影响到底好了。这些工作，他今天必须做完，今天做不完就明天做，直到做完为止。他把工作做完了，我什么都不干涉他。我是一个好老板。我要是石小念，我就辞职。好啊，你被解雇了。哎，老板，老板，哎，你是一个好老板，你善解人意，你别这样。小老板，咱那个工资卡的事儿，能不能换一家？你也知道，我现在跟孙继平这个情况，我这穷的身无分文了。张老板，你肯定不会开除我，是不是？你是中国好老板呀，是吗？我好吗？你好呀。有多好？你特别好。哎，那个工资的事儿啊，刚刚我姐来过了，今天倒是没说什么特别的，但她似乎对于我跟师弟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在乎，甚至于都太没有多问我是不是知道那天晚上开车的人是谁。对了，我姐那个助理你找到了没有？没有，当天那个路段没有摄像头，知道他是司机的也只有您。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听说是被您姐姐开除了，具体什么原因也没有查到。我知道了，你今天就帮我办出院手续吧。再住下去，我估计所有能发现的线索都会被他抹干净。好。那你说怎么办啊？我那边漫画也被公公拿走了，我总不能空手去啊。你傻，穆千珠在你给他带什么？他只在意你过得好不好，只要你能去他就乐得开花了，好吗？不过石小念，我可警告你，你可千万别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你现在可是公公的女人，虽然两个总裁为了你大打出手这种玛丽苏的剧情我百看不厌，但是我敢保证公公肯定不是能让你感受到玛丽苏剧情的那种幸福的男人，他会折磨死你，外加我和白宇。哎呀，丸子你放心，我跟千珠现在真的就只是朋友，但是我是小念，千初，150010的病人呢？150010，哦，早上用过药以后，好像就没有见过他。他现在应该在房间休息吧？房间里面没有人，我四处都找过了，看护也不见了。
你们医院怎么搞的呀？人丢了都不知道，要我去调监控啊？女士，您先别着急，只是医院。石小姐，您先别激动，穆先生已经出院了。出院？他现在还没有康复吧？怎么可能出院啊？他现在的情况只需要静养，所以如果病人有要求的话，是符合出院标准的。那出院也应该通知家人吧？他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你能放他一个人出去吗？是穆先生的助理接他的，已经办了完整的出院手续。你们，我告诉你们，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得给我负责。什么？千初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学姐，他去公司了吗？没有，他没有来公司。他要是单纯的找石小念谈心说爱还好，要是你能找到石小念在哪儿吗？他从工作室搬走之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自己抢男人的事情一点都不上心。先找到石小念，再跟我联系吧。学姐，之前你不是一直有个人跟着石小念吗？你现在能找到他在哪儿吗？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忙，难不成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我来帮你吗？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感觉也没有忘记什么，这段时间就像是做了一个梦，醒过来之后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了。突然想起之前的事情，把之后的事情都忘了，怎么可能这么巧？那天晚上，他为什么非要去找石小念？还有宫欧，竟然也跟着去了。对了，姐，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小念的人？就是小迪的姐姐。就算他看到了这些漫画，只要没跟石小念的记忆对在一起，那我和宫玉。宫玉，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如果你能看得到我，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千初，你确定你能吃这些东西吗？你身体刚好，得按医生的食谱来。哎，住了一次院出来，好长时间没吃这些东西了，真是馋得要死。不过我听你的，既然你不让我吃，那你多吃点。我也吃不了这么多，你买的太多了。咱们也没买什么喝的，我记得有一家店，餐后冰淇淋。你真的都记得了？嗯。那我就放心了，我还特别怕这次意外让你又一次受伤害，那我就愧疚死了。小念，虽然我真的不确定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两个之间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被别人加进来？但是当我醒来之后，看到你还在我身边，我就觉得一切特别美好。小念，你知道吗？那你先吃着，我去帮你买冰激凌。
喂，石迪姐，我从那边了解到，确实是穆总的助理房思明办的出院手续，然后我也联系了房思明，他说穆总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不知道，从医院走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有消息随时给我电话吧。哎，好的。石小念这几天回去了吗？哦，没什么，没什么。我明天回家一趟，千初已经出院了，你别担心。嗯，拜拜。小念，时间还早，我们要不要去以前经常去那家店坐坐？现在天已经不早了，你先回家吧，我送你回去。你送我回去？怎么，你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又蠢又看不见的小男孩？以后啊，送对方回家，替对方出头的事情，都应该是我对你做才对。千初，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吗？重要吗？嗯，其实还挺重要的。对别人来讲，有多重要都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说，你最重要。所以，只要你还在我身边，其他的对我来讲都无所谓。可是我……好了，我送你回去，走吧。走吧。照这么看，工作能力也一般嘛，还需要多锻炼锻炼。小老板，恕我直言啊。说。我觉得像你这种通过硬性规定手段来阻止石小念跟穆千初见面的方式，很容易激起石小念的逆反心理啊。你说他到时候万一心一横，真的扑向穆千初那边了，辞职了怎么办？石小念他只要脑子没病，就不会选择穆千初。你不用送我了。不方便。小念，你是住在工作室吗？等我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就接你回家住。你这样住在工作室，也太不方便了。千初，你确定现在可以出院吗？你要不要再问一问医生？我记得他说你这记忆恢复以后对身体有影响的。医生都说我可以出院了，你怎么还这么啰嗦？以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医生说我不能受太大的刺激，但是想来想去，只要你还在我身边，也没有什么刺激可以受的，对吧？你早点回去吧，我明天来接你。明天，要不然。
哎，小老板，看左边。啊？有个月亮。月亮不是每天都有吗？啊，是吗？秦初，其实我跟公欧……没事儿，我先回去了。回去吧。医生啊，你最近精神不太正常，我要不要介绍一个精神科的医生给你？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吧。我觉得你很有必要。沈小莲，沈小莲，你什么情况？你别太过分啊！刚刚要不是我机智，你跟他在那亲亲抱抱举高高，就要让小老板看见了。什么呀，沈小莲？你现在真的是玛丽苏的化身啊，两个老板同时争夺你的所有权，你呢又左右逢源，谁都舍不得你。哎，真的越来越有女主的风范。去去去，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千初他真的失忆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跟小迪结婚他也不记得，我和姑姑在一起他也不记得了。而且上次手术之后他脑神经就受损了，我也不敢刺激他呀。那他万一又想起来了呢？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是同意米生的意见，不管穆千初记得不记得，所有人都配合他演戏，到最后总不能把戏演成真的吧。喂，石小念，在干什么呢？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告诉你，我限你两分钟之内出现在我面前，我饿了。就两分钟啊？好，我得回去了。哎，两分钟，我得快点。小念，穆总。房间已经开了三天，您放心，是我的个人账户开的，您的消费记录里边没有。辛苦你了，我想安静的休息两天，把所有的事情梳理清楚。我姐那边呢，有什么动作？没有，您姐那边最近特别安静，之前和几个股东要做的那个项目听说已经停了。可越是这样越是奇怪，按常理来说，您姐姐手里的烂尾楼应该趁您跟董事长最近没有心思放在公司赶紧处理掉才对，可她好像没有心思放在这儿。所以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对小念动手？小念跟她所有的诉求都没有关系，难道是……你帮我仔细查一下我姐跟师弟私下的关系，看看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瓜葛。我姐突然开始催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好，那您先休息，你去吧。小念，早点休息，晚安。我不可以太过分。我没想看你手机，我只是想看看某人今天的工作有多糟糕，把恩义的网站做得有多幼稚。幼稚鬼，公欧是幼稚鬼。你看你看 Mr. 公都说实话了，说你是幼稚鬼。这个机器人早晚我会把它砸了。嘤嘤嘤，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做成这种风格，而且又不是我。成熟和动漫就不能结合吗？你们不要结合嘛！闭嘴！明天重做。为什么？重做就重做，白天给你做这些，晚上还得给你做饭，自己吃吧。
怪你。也许公公看到了，应该会很生气吧。我穿着这身也不像打球的呀。您情场失意，拿我撒气？我可不是瑞星，我是过来接你上班的，我可不是过来找虐的。小老板，去看看那个石小念，他到底在干什么？你怎么不自己去啊？我怎么去啊？我去看什么？偷窥狂、变态啊？哦，我去就不是变态了。小老板，要我说你可千万别再走这强制性路线。你这一会儿监督人在干嘛，一会儿强迫人工作，哪个小姑娘不这郁闷？是不是把石小念往别人怀里推吗？说的也有道理。哎，那怎么办啊？想到什么好办法吗？没有。哎，小老板，把石小念做的网页撤掉。不是昨天才刚做好吗？啊，好的。喂，徐总。啊，对，这几天刚做的页面，今天准备撤掉。什么？有趣。啊，是，薛总还挺有童趣的，没想到。好，怎么样，徐总怎么说？赶紧起草合同吧，这个网页多保留几天。客户说挺感兴趣的。真的呀？太好了。哎，没想到石小念他们做的动画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小老板，我呀就一直特别相信石小念他们。哎，那您说今天给石小念他们工作室安排什么工作呀？总不能让他们继续把网页做一遍吧？算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